如果不点个赞，我把你脑袋给你敲了！你还敢嚣张？身を守る術。可以往上提到你这个心脏的位置吗？这个地方要通知心脏吗？猴子，这电脑你平时用吗？不爱用。哦，一边用它。那刚才这桌面上这个是呼呼下载的吧？我下啥？回头你们自己去回收站里看吧。我操，太吓人！我先给它删了。啥玩意？我吓你别看猴子，我操，吓我一跳。这个，我这个，懂就都懂。OK， 我以为轰轰下子呢，还好手机没对着屏幕。玩了。看你们删了吗？赶紧给他彻底删除。幸亏没轰下。啊，好奇怪。我没下啥呀，我能下啥？150斤吗？85。太对了。你可以不退，就不影响。我基本上我出门也开着，那他跟手机连一块儿。找什么呢？你看，71。对，有那么低吗？有啊，绝对就是，一低的是干啥？哎，不过为什么你会查这种初中的学习资料，我刚刚给他查好班号，查的，这也考虑的太早了。搞定。我查初中的学习资料。嗯，初中数学，我看。行。哎，这我真没骗你们，真的有。你拿字。真没骗你们，我真的对天发誓，刚真的有那个初中什么数学，这没必要骗你。感谢铁柱的，谢谢铁柱。讲讲学习资料啊，什么学习资料？初中学习资料没查过学习资料啊。学习资料谁还没有呢？那电脑里边总会有点的嘛，这不很正常吗？你没有啊？快看看回收站又清空了，我已经被我清空了。这属于是这个没有防备啊，下回家里来人确实得防备，电脑不能随便碰。你的学习资料能不能分享？那不行啊，分享学习资料是就是这个是肯定不行，分享这就得犯事儿了，你很危险，我只能说你有点危险啊。等一下，我给轰轰哥哥送两个鱼丸，我把鱼丸清空。好嘞，我给大家讲一下这个咖喱浪这个事儿。啊，我听说怎么把你电脑里150G 的学习资料删了，是真的吗，猴哥？没有150G 呀，谁说的150G 呀？就是有一个学习资料不小心跑到桌面上了，然后把它给删掉了。是你删的还是同珠删的？嗯，应该是同珠删的。同珠删给我删回收站，哎。是我删的吧？我回收站里边，他看我回收站，不是，我捋一下，红珠说他在桌面啊，红珠说发现在桌面，然后他帮我删到回收站里了，我看了眼回收站，我把回收站给删了，哎，对不对了？哦，是不是想恢复玩的一不小心点到了删？不用。不用恢复，恢复什么啊？不恢复吗，猴哥？不用恢复，真不恢复。不用恢复，真不恢复。哎，真不恢复啊！聊点别的，聊点别的，聊点什么呢？聊点咖喱浪吧。哎呀，这怎么了？活生生的一个人儿，咋了？哎呀，活生生的一个人儿，这有什么问题吗？真是，笑什么？有什么好笑？这算什么红温？给大家聊一下这个咖喱浪，咖喱浪吧，咖喱浪吧。这个回来了吗？像谁说？为了好像还没。
婆。谁录的？谁录的？通珠。这失眠注定一生在那风尘过，半无咬牙。啥时候录的？我都没发现，偷偷录是吧？看看这个，什么意思？心脏特别好。猴哥，这电脑你平时用吗？我给拍扁了。哦，一般用的。那刚才这桌面上这个是呼呼下载的吧？回头你们自己去回收站里看吧。我操，太吓人了，我先给他删了。你别看猴哥，我操，吓我一跳。这个，啊、我这个，我觉得都懂。OK， 我以为轰轰下呢，还好手机没对着屏幕。玩了，赶紧给他彻底上去。哦，好激动。150斤吗？80。太对了。啊，这120了，86。这个是什么？等会儿就。这个电脑以后不能碰了。78，我太低了吧？74，会死了。哎呀，人设崩塌，怎么人设崩塌呢？我有啥人设崩塌的呀？我的人设是啥呀？我们什么人设？这比较正常吗？比较正常。换下一话题。可以换话题，换个话题。行，兄弟们，那么地儿吧，早点睡觉吧。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，给大家一个波波，我们明天见。真别念，留了明天见，兄弟们，给大家一个波波，留了。哼哼，弹幕不要太离谱啊、哦。留了，看完影片别忘了帮姐姐君点个赞哦。